一分钟，很好。 郑南桑，你要多少钱？ 10万美金。我受了5年忍术杀人训练，达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10万美金，很公道。好，就这么说定。如果女王蜂死在别人手里，
杀鸡会不会？酒廊服生干不干？老板，有没有别的工作？哎，这年头啊，找工作不容易，只要混口饭吃就行了。混口饭吃？嗯。哦，哎，你就干厨房的工作了。 洗干净没有？洗干净了。这盘子怎么这么脏啊？等一下，我再洗一遍嘛。 这个盘子要是不干净的话，这客人吃了嘛就会生病，这一传出去嘛，生意就会差，这生意差嘛，你还想混口饭吃吗？哎，你要是想混口饭吃嘛。 工作就得认真点儿，这个盘子一定得洗干净啊！要想长干下去嘛，就得听我大师傅的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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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朝你有余！哼，叫你个锅贴！
看什么？啊！再看把你眼珠给挖掉！不要你挖，我自己来挖。挖完了之后，我还要再看。他住的房间搜过了。他有没有跟任何人接触？你确定没有？什么？只有去擦皮鞋？毛病就出在这儿。要搞清楚，听到了没有？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哒哒滴滴，哒哒哒哒哒哒哒滴。哎，小狗。哒。啊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昨天有没有人把录音带交给你啊？我不知道。快说实话。我真的不知道。说。我说。快交出来。我交给赵叔了。老板，拿走录音带的是赵杰。赵杰。他干什么的？他以前是跟樊二爷的。樊二爷死了以后，他就开了一家花铺。这么说，他跟女王峰是同门师兄妹。是的。樊二爷生前跟我有过节，我不喜欢这帮人。走开！你们要干什么？这里是谁的地盘？你也不打听清楚，在这里摆摊子。这点钱搞屁呀、拿来。买文英。哎，李刚。李刚。平，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刚出来没多久。你最近好吗？老样子。哎，赵杰呢？哦，赵杰结了婚，还开了间花圃。真的？那不错嘛，我明天去看看他吧。好。好好休息。绝对不能动得太巧。我听听。儿子在动。我走了。早点回来啊。 OK。二位打扰了，你就是赵杰，专程来拜访。昨天是不是有个小鬼拿了一卷录音带给你？是你们的吗？不是我的东西，但是我想要你交给我。既然不是你们的，要我平白无故的交出来，恐怕办不到。哎，老兄，眼睛放亮点，犯不着为那玩意儿送命。你们看走眼了，我赵杰也不是好惹的。赵杰，佩君，赵杰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把他放开！你把录音带交出来，马上就放人，听到没有？赵杰。佩君，不要再动他了，我马上拿给你。先把我老婆放开。一手交货，一手交人。赵杰。你们骗我，把他放开。那卷录音带你听过没有？很遗憾，女人的舌头长，喜欢多话。佩君，佩君，
生了，真的？那我们快去看看。看那个肚子，好像要生个男的。赵姐不乐死才怪呢。赵姐，赵姐，赵姐，进去。赵姐，事情，录音带，赵叔，我对不起你，一定是我害死你的，赵叔，不要哭了，快告诉我们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小弟弟，不要怕，我们跟你赵叔是师兄妹。究竟是谁杀的？快告诉我们。好，有一天我在擦皮鞋，有一个高大的男人，他交给我一卷录音带，他要我好好的保管。结果第二天我回来的时候，就遇到一个高高胖胖的，还有一个瘦瘦冷冷的，他们跟我要录音带。我说我已经把录音带交给赵叔了。没想到会落到这种下场。
1, 2, 3, 4。安娜，我来介绍一下，她是我小师妹。我叫安娜，你好。安娜，这个地方谁是领导？胭脂虎。听说这个人不好惹，过去跟法爷有仇恨。那帮人是不是有一个大块头，一个软软的小个子？没错，那是阿坤和小汤，都是胭脂虎的人。据说赵杰两口子都是胭脂虎他们下的毒手了。杀人偿命，我不会放过他。李刚，明哲保身，少管闲事。江湖的事你不会明白。好，我不明白。走，咱们跳舞去。谢谢你救了我。不要谢了，以后留神点，因为你的身价值10万美金。这人有点奇怪，以后要多注意一下。我值10万美金，真有意思。哎，安娜，你是怎么认识的？怎么了？我不喜欢这个女人，我的第六感告诉我，你跟她在一块儿你会倒霉的。不要再提这件事好吗？那个人怎么说你值10万美金呢？是啊，我也觉得。Thank you.
你的身体，你值十万美金，后会有期。人质，我们跟他有仇吗？说不定是胭脂湖请来的保镖。这两天你们辛苦了，也该找点乐子，快活快活了。谢谢老板。老板，老板，事情搞砸了。你是说女王芳还活着？她太凶悍了，另外一个叫李刚的也够狠的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我就不信女王芳有什么三头六臂。老板，都很玩命，他们不够看。我一向赏罚分明，不喜欢白养一些饭桶。那个擦鞋的小鬼活着惹人嫌，除掉了。是是。二爷传授给你的刀扇，你不在的这几年我托赵杰保管。二爷说过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只不过这件事情实在是忍无可忍，我只有大开杀戒。我想二爷在天之灵会谅解的。景色依旧，人事全非，去歇着吧，我还有事，明天一早我来接你。事情了，走。
么早起来，再陪我睡一会儿吗？我有要紧的事，要赶着去办。你不说过不再玩命的吗？怎么又犯了呢？佛真一炷香，人真一口气，赵杰被杀，我火大。何况，他们连肚子里面都不敢放。杰夫妇死不瞑目。胭脂虎不是小角色，搞不好你会把命给赔掉。就算赔了命，我也要去。哎，李刚，你非走不可吗？嗯。活着回来，安娜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活着回来。可不要骗我，你不会当寡妇的。那当然了，我还没嫁给你呢。商量，这熔铁炉有多少高温呢？1000至1200，嗯，够熔金了。慢走。人，你有毛病啊！哼，这把枪跟你的一样，只是里面多了颗子弹。李刚，李刚，我告诉过你，胭脂虎不好惹，你偏要惹。安娜，你……抱歉，你洗脸的时候，我把子弹给退了出来，跟胭脂虎换了颗钻戒。女人嘛，天生就喜欢钻石。李刚啊，你应该知道的，我最喜欢看人面临死亡的表情。李刚，你受伤了，快走！我要替赵杰报仇。不行，你不走我会分心。
也能出卖我。给你的钻石是假的，送你颗子弹才是真的。我的手里，这辈子你注定要报废。男人好色，你就倒霉了。
雄霸伤害他。岁月不饶人，现在我已经厌倦了刀尖舔血的江湖日子。这几年来，我以化解江湖恩怨、主持正义而受到尊重，心中感到十分安慰。我知道你心中充满了仇恨，但是不要让仇恨蒙蔽了你的灵台。亚平，我正式收你为义女。现在把刀闪传授给你，切记以德服人，德饶人处且饶人。义父，你传授给我的刀闪，我亲眼看着他的折断，无能为力保护，我对不起你，义父。
什么？那你自己身上不是有吗？我是不得已。你不会了解，我的浑身充满了恨意。什么消息？李刚，亚平被胭脂虎逼迫染上了毒瘾，送去戒毒所了。哼，杀人不见血，好狠毒的手段，我要宰了他。哎，李刚，把这个机会让给我。嗯，我弟弟也是被胭脂虎害死的。你们老板在哪儿啊？啊，在里面。你接了？久违了。嗯，这几年你可发得真快，风光绝了。好说好说，进来参观参观啊。听说最近你……最近有批货要进来。哦。夹在废铁里。黄金。嗯，到时候啊，还要麻烦你的铁工厂。哦、没问题，一切包在我身上。嗯。
去。是一种残酷的自我修行，讲求的是心、眼、手脚合一，勤练杀人的技法，不做正面的攻击，专在暗处下手。对付忍者，在心智、体能上，要忍之所不能忍，要以身作饵，引忍者上钩，鹿死谁手，当是其自身的能力。要不断的学习，努力上进。
毕业了，在以后的行动中，只要胆大心细，应该是没有问题了。这把刀扇是你那把刀扇的仿制品，希望你能够继承樊二爷的遗志，除暴安良。义父，更希望你运用樊二爷的关系，查出胭脂虎犯罪的证据，好让政府将其绳之于法。江欧，我大哥江森，你还记得吧？他开地下钱庄，逼粮为娼，
害死我义父，罪有应得。杨峰，陪我哥哥去吧。江老板，他值10万美金。Thank you.
Thank you.